大家好，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哦，蛰伏在这个土壤里面的昆虫被闪电所惊醒哦，春天到了。不过台湾今天呢，虽然早上呢有下雨，但是明显的没有闪电哦，所以大致上呢，这个其实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就有闪电发生了啦哦，蛮强烈的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大致上阴雨的天气今天晚上已经告一段落，周五开始逐渐的转晴回温。一天比一天的回温哈，当然礼拜天有一点小变化啦，封面略过，但是影响不是很大。迎风面呢，偶有一些短暂的零星的阵雨哈，在东北部。那下周二三冷空气会再度的报道，这个温度变化落差是很大的，请大家留意哦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封面云系通过，现在呢，整个主要的水汽已经通过了，所以我们转干当中，不过呢还是有点凉凉的哈。预计呢明天清晨还是有点凉凉的，但是白天的时候，礼拜五白天就会回温，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，除了东半部吹东风有一点雨量之外，或是礼拜天有点小变动，礼拜一也是一个回温的天气。但是有没有看到礼拜一深夜到礼拜二的时候有一道封面通过，后面也有冷空气，所以下周二三是一个降温的一个过程，跟这两天有一点像啦齁。那最近呢的确是有一点春寒料峭，一下子回温到二十五六度以上，一下子又跌到那种十四五度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的保养齁，一定要看着气象预报来调整。现在气象预报呢已经真的很准了，请大家一定要看。那尤其呢在下礼拜二三又有点降温，那近期来看的话，大概到三月中都还有可能有降温的机会。像这样上上下下的温度呢，在南北呢其实落差是很大，27度跟17度就差了10度的温度，这个穿着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齁。五六日一其实是回温的，好好把握。下周二三又降温，这只指的是北部的区域，南部呢就相对的未来这几天的回温呢是相当显著的，23到29、30度，尤其在六日的时候请大家好好把握齁，而且不会下雨，南部的天气一直都很好。那最近呢其实都是属于北部东北部的迎风面的地形的阵雨，其实整个台湾的天气未来这几天都还不错，请大家好好把握了。以上是今天的天气。
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？除大太阳的好天气，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，表演还没开始，雨丝却开始飘下，甚至还变成滂沱大雨。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。客制化天气预报，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，小至一路段、一栋房的预报范围、温度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都不缺的资讯，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，减少损失。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？快来找我们，办活动的最佳选择，客制化天气预报。